不爱他。对，那冬天的时候干嘛一下够可爱的，这样无影子这样干嘛袂温暖的，那怎么会觉得差很多哈？但是我看刚才在讲啊，开玩笑说，哎，果然最欢喜的哦，你又烧钱，撸钱撸贼，我再可能来得够有啊，对啊，袂歹，真的啊。因为你那电话中比较快啊，哎呀，对，又不是像我们，对不？中来来对着我啊，哈。无糖的干嘛就寒个？你不要这种冷的天气，对咱寡妇来讲算是一种挑战。你该寡人来的，你喜欢夏天？我喜欢秋天。你喜欢秋天，跟我一样。我也不喜欢夏天，也不喜欢冬天。你们知道我当下因为当主持人，因为拢爱讲话嘛，我当寡就要哄你头咯，哎呀，头毛来吹啊，哎你嘛以后就爱心情。讲话讲一半都夹头毛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全部讲哦，讲到迄个嘴严严重吼，哎，严严重的时候讲话会不清楚，记得听。聪明的机会呢？对呀，啊，你听我嘞，咱两个海边啊，水水。来，看这个节目，连续八年华晨宇是传播。祝福大家健康快乐，感谢您的分享，多嘞，我领取撸毯撸水，来，接下来。